12月3日下午结束的多哈世锦赛跳水项目选拔赛第二站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全红婵、陈芋汐一路领先，最终以 362.04 分轻松夺冠。赛后，全红婵又一次收到了看台上观众们抛下的玩偶礼物雨，还捕捉了一个漏网之龟。赛后采访结束之后，全红婵兴致勃勃地走到了看台边上，因为粉丝们等着给她送各种玩偶娃娃。全红婵来到场边，粉丝们迅速投喂各种玩偶娃娃，一旁的张佳琪也过来帮全红婵捡娃娃，可是太多了，捡都捡不过来了。有志愿者见缝插针和全红婵合影留念，有粉丝送给了全红婵一个超大的皮卡丘玩偶，小红抱着皮卡丘感觉人都很小只了。全红婵和张佳琪双手都已经拿不下娃娃了，全红婵准备撤退了，还有热心粉丝提醒他要拿手捧花，全红婵扭头对粉丝回复拿了拿了。全红婵和张吉奇拿着满满当当的娃娃们准备撤了，结果还有粉丝向下扔了一个乌龟玩偶，全红婵扭头一看，居然还有个漏网之龟，这可是他的心头最爱。于是全红婵又一路小跑冲过来，把这只乌龟给捡起来。全红婵右手皮卡丘，左手小乌龟，赶着前面的张佳琪。跑着跑着，皮卡丘差点要掉了，全红婵赶紧用右腿夹住一下。全红婵抱着皮卡丘，拿着一堆玩偶，感觉十分吃力。只见他拿着玩偶娃娃向大家最后告别，就要去赶飞机了。幸好工作人员帮忙帮他抱起了皮卡丘，全红婵这才能够跑得更轻松一些。看到全红婵和粉丝们的互动，网友们纷纷表示，小红这是来玩具店进货了，看到大家都有在好好爱你真好。好像老母亲喂饭再吃点再吃点，不了够了够了，啪又加一勺。张佳琪真好，帮妹拿礼物还跟妹一起走。两个小朋友太可爱了，哈哈哈，好有爱的场面。下次给孩子准备个小推车吧。佳琪好好，一直在帮妹妹拿。太可爱了，看到她笑我的嘴角也压不住了。赶紧叫货车，全部拉回家，件件都是新呀。全妹哈哈哈哈，这是来进货了吧？妹妹的娃娃一个房间都堆不下吧？捡不完，根本捡不完。